那个东西。查理，我放后面。查理，然后走。他动作有点多。他动作变太多。来换这一颗，他现在怎么？你会从哪边开始卡这一个？黄金地板拍。然后他会先去拿。这样走出来就卡了吗？是。对。那好像。到你要到他定位再卡还是？嗯。到定位再卡。好，你帮我看他下定位之后他在干嘛？他定位之后在干嘛？上一颗就没有，可能到差不多这个位置。铁出来就在这。